瓦托芬机组是我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产品，能实现对葵花籽原料的除杂、脱壳、除皮、分选、复选。整套设备主要有上料斗、原料提升机、多功能除杂机、斗式提升机、脱壳主机、三台复选机、二次吸风回料系统及集中控制柜等组成。葵花籽原料由上料斗上料，经过原料提升机提升到多功能除杂机，去除葵花籽中的大杂质、小杂质、轻杂质、并肩杂、重杂质。经过除杂机处理过的葵花籽进入斗式提升机提升，分别进入两个葵花脱壳机进行脱壳。经过脱壳后，物料为皮籽仁混合物，进入皮籽仁分选机，除去混合物料中的皮籽，皮籽经旋风分离器及螺旋细料器排出。经过除皮后的物料进入籽仁分选机，在籽仁分选机上进行籽仁分离，分离后毛仁向前运动进入第一道复选机，未脱壳的籽粒向后溜回进入斗式提升机，经过提升进入两个葵花脱壳机再次脱壳。进入第一道复选机的物料经过分离前端毛仁进入第二道复选机进行籽仁二次分离，未脱壳的籽粒和少量毛仁向后进入吸风回料系统的第一个入料口处，经过气力提升进入籽仁分选机再次分选。进入第二道复选机的物料经过分离前端毛仁进入第三道复选机进行籽仁三次分离，未脱壳的籽粒和少量毛仁向后进入吸风回料系统的第二个入料口处，经过气力提升进入第一道复选机再次分选。进入第三道复选机的物料经过分离前端毛仁进入毛仁收集器，未脱壳的籽粒和少量毛仁向后进入吸风回料系统的第三个入料口处，经过气力提升进入复选机再次分选。同时部分碎仁和碎末经过分选筛上的碎仁筛将碎仁筛选出来。